一搭绳绳香，听我给您讲一讲，竹板搭绳真甜，二十几亿说一番，二十几亿无数个，最难忘记最埋多，童年趣事多欢乐，听我接着往下说。80年代的北方，很多穷苦小村庄，村头都有麦秸垛，嬷嬷助理无数个，城里孩子看不懂，成为乡村的风景，麦垛上面抹黄泥，又方又圆，很稀奇。整整齐齐的麦垛，好像蘑菇很肥硕，好像蘑菇一吨吨，小朋友们最开心，能在里面捉迷藏，还能当作蹦蹦床，农村孩子最简单，一把泥巴玩半天。三夏季节最繁忙，家家都有大麦场，麦子收割场地晒，全部抬开在一块，经过十棍的碾压，麦秸分开麦留下，麦秸堆积在一起，拿起木叉双手举，举起船给多多人，分摊脚下要财运，麦秸越堆也越高，冬天拿来当柴烧，可以铺地和铺床，可以喂牛和喂羊，多多是个技术活，心细的人来掌舵。麦秸非常的光亮，很难堆积和堆放，堆成形状不容易，不能光有把力气，尤其堆到了顶端，要求更加不一般，堆成三幢蘑菇头也有很高的要求。麦垛四面拽整齐，垛顶也要糊上泥，铺上麦糠泥抹匀，不能漏雨是根本，不会发霉和呕掉，里面一定光彩照，外面发黑的形状，里面白白和亮亮。北方农村冬天冷，一堆麦秸床上蒸，床上麦秸都铺好，寒冷全部被赶跑，哪怕外面下大雪也没寒冷的感觉，一堆麦秸铺在床比铺被褥还要强。麦秸拿来去喂牛，整个冬天不发愁，扎刀切成麦秸碎，很对牲口的口味，处理玉米撒上边，这样才能吃得欢，还能拿来铺鸡窝，产的鸡蛋非常多。随着生活的提高，很多麦秸都沤糟，麦秸变得不稀罕，成为秋种的麻烦，秋天播种有影响，秸秆换田去推广，也可卖给造纸厂，换回可怜的银两。如今实现机械化，麦秸也更难留下，再也不见麦秸垛，粉碎换田更肥沃，金色麦垛成过去，成为儿时的记忆，成为记忆藏心中，慢慢讲给后人听，那个后人听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袋子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